二呢，我们斗六春节光雕灯会点灯的现场，我是演员 ，Hello， 哇，我又来了呢，我真的很有缘分呐、啊，我有常常来啊，今天呢，你们很神奇，我们下午还下雨，晚上就放晴了，不是啦，晚上就停雨了，很开心哦。因为我们今天哈，对于我们斗六来讲，我们这个斗六灯会，哎，一年度大事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个威乐湖，叫威乐，这是我们这一次的主灯啊。我们今年呢，我们有个主题呢，叫做 Light One 斗六，就是来玩，过来我们斗六玩，我们很好玩。我们除了呢，这个呢，这个艺术园区之外啊，你看像前几天呢，我们的算是那个音乐水舞圆环呢，也都启用了，所以呢，我们的斗六呢，真的是非常。睡啦！那今天很谢谢呢，我们云林县政府还有我们斗六市公所，然后来举办呢这样的一个点灯的晚会。我们今天很多歌手哦，你们是不是为了我看一下灯牌？灯牌哦，有了，看到了，我们今天有双黄哦，这是五月天最爱的颜色，对不对？两个黄色，好啦，有，我都看到了，很乖很乖。我们现在雨停了，大家可以好好的享受今天晚上。没关系，先不用亮，等一下没电了。有，我们的粉丝在现场。那我们今天哈，因为我们今年灯会很特别，我们有很多，比如说我正能量区，然后呢负能量区也有，另外后面呢有一个叫吃货美食区。那我们今天会发那个姜母鸭啊，还有那个姨姨啊，有没有跟我的名字一样姨姨的汤圆给大家吃？不过因应我们疫情的关系哈，今天这个范围来店呢不能吃东西，你们只能在吃货美食区来吃东西。那有没有看到前面电动车、脚踏车、50寸的液晶荧幕，今天都会送给大家。既然你这个今天没有什么其他安排，你就留下来好不好？跟着我们一起来抽奖，一起来看我们的演唱会。那重要的是呢，我们的防疫规定，请大家遵守，口罩绝对不能够拿下来。那我们今天第一趴抽奖呢，会大概坐落在我们7点左右啦，哈，所以请大家遵守喽。那马上呢，我们等一下，我们请我们的贵宾哈，到我们的服务台去帮我们做一下报到的手续。我们要把所有的今天来到现场的贵宾呢，来跟大家报告一下，介绍认识一下。那今天原来其实我刚才呢，有个粉丝呢也到我们后台这边来。今天呢，我带来呢我新单曲的海报，那我非常的喜气耶！ Yeah! 有没有想要？想要的话告诉我哈，我等一下来送给大家，当成我今天的伴手礼啦。好啦，那马上呢，我们今天活动呢已经开始了。我们要先来欢迎啊，刚才有两团是我们在地，可能你的那个周遭邻居，我们在地的团体哦。接着下来呢，我们要欢迎我们的东东舞蹈团，他们也准备好了。我们今天有现代啊，然后有一些呢这个很传统的东西，这就是灯会的精神。立功丢丢丢耶！好，那粉丝你们要尖叫哦，今天我靠你们了，可以吗？好不好？说好了，粉丝在哪里 ？I love you， 黄义儒帅不帅？帅，我要米肠好不好吃？哎，不是也要一起吗？同公司的，你们一起也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好啦，很可爱啦。我们今天呢，就是你们就尖叫部队的了，好不好？圆圆就拜托你们了。好的，那马上呢，我们请我们所有的来宾到我们那个报道区来报道。等一下，我会一一来介绍给大家，到底有哪一些贵宾来关心我们今天呢？我们灯会的点灯活动。那马上，我们东东舞蹈团已经准备好了，对不对？他们穿得非常喜气，因为马上下礼拜就过年了。今天哈，我们先帮你们来跪泥，好不好？啊，旁边呢，演员看到有很多人，对不对？我们有那个椅子哈，把它坐满，快点坐满它，坐满它。我们大家坐着啦，尤其是老人家哈，不要站着哦，好不好？接着下来呢，演员就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董董